家刘成奇哈，今天到饭局来到新庄两冠系，我们胜利发展协会在马武都这个地方办理了同乡庆活动。客委会在近十年来陆续办了非常多的同乡庆活动，然后近几年来也都陆续补助了许多的地方政府跟社区发展协会在各地办理一些地方的同乡庆活动。今年一样有2000多场的同乡庆活动，除了提供非常多的观光活动，而且促进了地方的产业，他们的人非常踊跃，加上今天的风和日丽，相信后面的活动也精彩可期。我呀吼，咱的关心你嘛吼，那咱是出矿啊，今日还出矿的咯，漫山漫田的那个通话，还有来自国际各地的那个人员都出动了哈，我觉得今天很感动。然后今天又有一个很创意的山神祭哈，江校长你挑五条的婀娜多姿，让我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哈。那我们在文化局的时候，我们要办这些活动，必须就是要有很多的创意。那请各社区提出一些很创意的想法的时候呢，那请各社区的人民共同努力的时候，那居民就有福气。那今天我看到这个活动，然后又有山神一起来帮忙，然后这个昨天两天都下大雨，那今天又好天气，大家真的是福气很好。